有什么种类？选择锁定其他怪物，按下叉叉。怪物太远了，无法锁定，试着接近，接近它。接近它喽。然后锁定，然后打倒它，开枪，开枪，开枪！哎呦，射死了！可以连续开枪，做得好。然后去拿宝箱，叮叮，得到了！一群了，一群了，出现三只障物，锁定最近的，锁定最近的，开开开开！有冲过来了，其他怪物靠近了，请按圈圈开枪。如果维持最初的锁定敌人，则会被最靠近的敌人攻击，还要咬我了。此时再按下叉叉，重新锁定最近的敌人。那么试着射击，射击，射击。遇中途改变目标时，按下正方形。中途改变目标，按正方形。确定。好了好了，切换目标。那么打倒眼前的怪物，试着以正方形切换目标，以圈圈射击。切换目标，射击。射击，再切换目标。我真的要剩11发子弹，就这样子。获得特殊道具，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什么 shot， 同时能攻击两个目标，double shot， 按锁定，同时能攻击两个，按下同时选定了两个目标，按下 L1 和 R1 就可以同时射击了。按下 L1 和 R1， 我有同时射击吗？打倒第一个敌人之后，会剩下一个目标，为了不浪费，切换按下这个。改变成一般模式射击看看。一般模式，现在是一般模式还是特殊模式？原来如此，为了不浪费子弹。好有趣哦，继续下去吧。开宝箱。有一个宝箱没有拿，Yuna 又有一个了。按下两次 R1 选择，怎么这么麻烦啊？试着射击看看。必杀，必杀弹，有必杀弹就这样获得什么复数特殊子弹的时候，请用 R1 L1 选择子弹吧，请巧妙运用。切换，又获得了比这个更强的弹，怎么这么多弹呢？选择以 R1 选择，选择到了，好强好强。越来越多，正如你所见，运用这些子弹在限制时间内抵达海岸就算完成。若能产生连续打倒的连锁，即可获得高分，也请加油，以此为目标。以上导览结束。噔噔噔噔，昨天没有啊，前天啊，前天星期五，星期五不是昨天。来咯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所以我们要开始哦。锁定目标，死掉了没？死掉了，开宝箱，开宝箱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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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开宝箱，分数要怎么看呢？规则一样多，真的啊，规则还是很多。我开了两个宝箱，其实只要冲过去就开枪就对了嘛，干嘛这么辛苦？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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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！噔噔噔噔噔！被攻击了！锁定锁定，他不让我锁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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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锁定你哦！噔噔噔！怎么没有拿到宝箱？这个角度好难拿哦！这个角度好难拿，还有了，又有出现了！没看到就在打，有没有？没看到就在打，太有趣了！没拿到宝箱。时间上面的是分数，是不是目标500分？我看来我第一次没有办法500分了，我要多挑战几次。13分，目前13分。开宝箱啊，有怪冲过来了。要装填子弹了。锁定。大只的来了。呀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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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拿到特殊弹咯，特殊弹，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，等一下会有更强的来吗？有吗？
我要打你，哎，被咬了两下，这个被咬了就不能停止吗？哦，哎呦，他那个没有用那个锁定，我有点不习惯呢。好了，打死了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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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开宝箱，开宝箱，哦，换子弹，喂，锁定你，哦，去死去死，哎，哦，噔噔噔噔噔，哎哎，哎哎，不能锁定两个吗？哦，按下这个，哦，有吗？可以吗？双倍打击，现在165分了，宝箱出得很慢，对啊，真是的，而且一定要锁定才能射击，哎，一定要锁定才能射击，不能不锁定就射击，哎，哎哎哎，哦，噔噔噔噔，宝箱出得好慢哦，不能出快一点吗？嗯，哎，锁定你，哦，打死了。慢慢途径，噔噔，不要再跑了啦！喂喂，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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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个锁定，哦，哎，他跑了，他们跑了，他们跑了，不要想跑，不要想跑，哎呦呦，我一直在这边打来打去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们要在限制时间内到达终点，是不是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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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Yuna还会死哎、欸！太近也不能锁定，真的，我以为他会自动瞄准，想不到还要锁定，我觉得锁定好麻烦哦。我再重试一次，我觉得锁定很麻烦啊，就是还要这样子锁定，嗯，真是麻烦的东西，不能一直锁定哦。噔噔，好啦，我知道，大概知道怎么玩了，嗯，就是要一直按叉叉嘛。一直按叉叉，然后提早锁定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哦，看到怪的时候就要打，哦，提早锁定，有吗？有怪要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有，哦，没有，换边了，挂掉了，对啊，提早锁定，哎，他们现在有两个人哦，噔噔噔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要换子弹哦，要等待换子弹，要等待换子弹，哎、欸、没问题，哦，赶快要、哦、宝箱怪物死掉也这么久，来了，锁定你，锁定到了没？锁定到了，哦，小狗狗锁定到了，来哦，锁定，哦嘿嘿嘿，竟然还没死，哦，死掉了。我应该要换弹药了。喂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太晚了，没锁定到。哦吼，喂，哦吼吼吼，两只。喂，哎哎哎，蹦蹦蹦蹦，有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还有吗？还有怪吗？哦，一只。锁定哦，再一只，哎、欸，没有了，退后一下，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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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消失了，哎、欸，又来了，越靠近是不是它的反击越强烈啊？哎、欸，两个宝箱重叠，喂、欸，哦，再补一枪，嗯，哎、欸，还要选择弹药，真的很辛苦呢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重叠的人哦，嗯，让我意外了一下，呼呼呼，噔噔噔，好多宝箱哦，宝箱满地都是，哦，他冲过来了，啊、嗯，等你一发，喂、欸，哎呦呦呦。这么会冲，宝箱捡不完呢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不要捡宝箱？我应该要放弃宝箱，是不是？
要放弃宝箱是不是？哎哎哎哎哎，这只竟然没死，没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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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啦来啦来啦！喂喂，嚯嚯嚯嚯，一次两个，一次两个。喂喂喂喂喂，哎，没有两个了。奇怪，我明明就是用两个的，打两个的，不要捡了啦，不捡了啦。继续往前呐！哎呦呦，又被咬了，我家庸男又被偷咬了。哦，就是没有锁定的下场，没有锁定的下场。试着把怪物留到，把蛋留到最多，是不是？留到最后面再打、哦，不是到这里就没有了，那还要留到最后面再打哦？要打这个、哦，要打这个、哦，没有，就打这个是不是？噔噔，不是到海边就没了吗？哎、欸，到海边啦，没有啦，海边就没啦，留这么多蛋要干嘛？到海边就没了。要500分哦。到海边啦，没有了。100多分。你看到这里就没了，为什么要留什么弹药？留什么弹药？得分170分。这样得到170分。大小監視もこの程度。被呛了。被呛了，被呛了。我残余这么多时间没有加分哦，所以时间不算分哦。哎，时间不算分哎，时间既然不算分哎，时间既然不算分哎，再挑战一次啊！时间居然不算分，所以要等怪慢慢出来再慢慢打哦，这么麻烦哦。谁跟你们讲要这样玩的啊？啊，你做出来的这个太机车了，太机车了。我留这么多时间也没有算分哦，所以就是要打到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，然后再跟去跟你，哎哎，再去跟你玩是不是？不要打那只狗了，我还是打了，噔噔。喂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一路往前突进，然后突进到最后。原来如此，噔噔噔噔噔。喂，狗狗，这一只狗狗还会剩一滴血，然后这一个会剩很多血，会剩很多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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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宝箱快出来啊！啊！所以我先收集一下弹药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一狗又冲过来了，慢慢的前进。狗，哎，抓到了！哦吼吼吼吼，蹦蹦蹦蹦蹦！哎，中了！哦，怎么这么近啊？这只怎么近这么近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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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越到后面越接近我。我不喜欢这个角度欸，可以往前一点吗？我不喜欢这个角度。噔噔噔，喂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有很多弹药了吧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们继续再打。哎，没有弹药了，没有弹药了。哇、哦，没有弹药嘞！我普通弹药竟然打完嘞！普通弹药竟然打完了。好神奇哦，竟然还有打完这种事哦。换回来了，换回来了，这里又有宝箱了，捡一下。我是不是要打到下面那一条集气条满了，分数就会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这样哦，我就等集气条。喂喂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喂喂喂喂喂喂，没有子弹了啊！哎哎哎！哎、欸，不要偷咬我！我竟然没子弹嘞、欸！啊，哦，哎、欸，没有锁定后面这一只。好了，等你一发啦！可恶，我的集气跳的时候要重集了。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怪物来哦！哎、欸，来了！有没有第二只？有没有第二只？没有，没有第二只。噔
等等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两只。